你不是要我看执念在不在？那我要知道怎么回事，才有可能看得到。是吗？楚毅没说到，他知道什么？他只知道开罚单。痛苦的时候吃甜食会让心情变好，你知道吗？我不喜欢吃甜的。我弟喜欢，他大半时间都在病床上，想甜想得不得了。他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家杯子蛋糕，但吃甜的痰会变多，所以一丁点都不能碰。不要说甜的，固体食物没有完全打碎，后果都可能会很严重。那天他因为太痛苦，一直哭，所以我买了这家的杯子蛋糕，掰下大概这么大小的糖霜，让他含着。杀人的你，你刚为什么不往后面看？你看到什么？帮我问他。哥这样做，他是不是很开心？你自己问。我可以让你也能看到他。我爷爷在医院里躺了快两年，他比你弟还惨。至少你弟还是清醒的。你能不能边说边……你弟有说过他想死吗？你为什么觉得他被闷死会开心啊？这个是常事吧？你不也看到了，杨静也想带走他弟啊。因为他知道活下来只有痛苦，他的执念被留下来是因为他想保护他弟，让他活下去。那小女生怎么说？哪个小女生？